你刚是第几次主持记者会啊？第一次，第一次。别人我的处女秀也只给他，怎么样？还行吧。他说，赵哥的在展场引起很多的好评，那场引起很多的风波。对，我吓到，我出什么事情？破破什么了？所以明年哦，另外一个新品发布会的时候，我会换一个新的主持人。那我还是会来。强强主持处女秀，咸阳风波，赵正廷下下，明年新品要换主持人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手上最新的产品是什么？十七号办站台，好友赵正廷的新品记者会就显亮风波。好像是第几次主持记者会啊？第一次，一次。别人我的处女秀也只给他，怎么样？还行吧？今天给个分数吧。很棒，谢谢大家。那你给强强的表现打几分？满分。谢谢赵哥。他说，赵哥的在展场引起很多的好评，他讲的引起很多的风波。对，我吓到，我出什么事情？风波什么了？我们有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没有，是好的风波，引起像浪一样大的这个惊涛骇浪。没有听到人，通常讲风波都是不好的事。好嘛，就是惊涛骇浪。我的风波是指好的风波，是惊涛骇浪，就像人家浪潮一样的这个风波。你今天有没有很后悔请巧巧？啊，不要不要这样！没办法，我还会跟着他，让他后悔也没有办法。不要这样，我会明年哦，另外一个新品发布会的时候，我会换一个新的主持人。那我还是会来的，我跟定你。而赵哥除了食品副业外，他也顺势公开早在去年就和小22岁空姐女友求婚的喜讯。我直男嘛，所以比较不会去讲什么浪漫的话，但是有跟对方谈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试出我们最大的诚意啊。那也愿意，就是说，人家对方愿意也跟我们就一起，白头到老。最大诚意是什么？我把我的余生给他了，还不够最大诚意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很感动，一辈子的事情啊。一辈子的诚意，三月吧，大概预计过完年。要办婚宴？没有了，就可能几个好朋友吧，来办一下。家宴的话，大概就十桌吧。你要请强强听啊，谢谢谢谢，他应该很忙，我一定要去，我自己会去的，你不用发，我自己去，我自己会去。我们出国，你在台湾就好，我会主持你的婚礼。对，哦，谢啊，谢谢，新女的，新女的，好，新女的，强强要包多少？赵哥，赵哥肯定包大条的，我肯定。那我给你给赵哥六位数吧，赵哥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他对我很好，所以呢，我给他一定要给他最大的这个丰厚礼金，甚至他这个百年好合。但是他如果我结婚，他要还给我，他要回给我。说的就是年纪差有到20岁，自己的觉得另外半年纪差可以到多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要看感觉耶，因为他不能照顾我，他比我大很多也没有用啊，好讨厌讨厌男人的。像女人一样，受不了啊！然后付个钱，唧唧歪歪的，算什么东西啊？我还有这个格局啊！你有没有做大事的格局？我看得清楚，小鼻小眼睛，算了吧。我觉得男人就是要先看他有没有本事嘛，没本事的话，一天到晚想你搞屁啊！归宿这种东西，我真的觉得可遇不可求，别人没有一定要啦，你就开开心心的，很多享受很多男生追你喜欢你不就好了吗？这不好吗？啊，赞赞赞！